河马赴美 Martin 今天下午帮客户抢到一套非常有性价比的新盘，这个新盘样板间，实际交房就在距离这个样板间不远，大概三四十步的这个围墙后面。今年十一月份交房，它的位置非常好，马路对面就是 K 到八的学校九分，然后再往旁边走一点，这里这条路往前走大概二三十米就是 Gardens Park 的中央公园，非常大的公园。好，我们去样板间看一下，这个房子是四房四卫，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卫生间，室内是2710尺，报价107万，因为是可以看到大公园景观，可以看到气球，看到公共中心，所以并不贵。进来之后有一个换鞋区，也是一个小的玄关，通过这面镜子玻璃可以看到侧院，侧院做的水景很漂亮。一楼有一个房间，卫生间在房间外，但是基本是这个房间独用的，采光非常好，新的盘窗户的非常多，还有一个步入的衣帽间。卫生间门口设计了一些橱柜。好，往里走，我们看一下，是客厅、餐厅的厨房，用的是 KitchenAid， 这是美国高档的厨具品牌，非常巨大的岛台。厨房旁边这个大的玻璃门可以全部打开，非常通透，和侧院是连接在一起的，空间感很好。客厅也是方方正正的，车库在客厅的旁边，这是车库，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。好，我们往上走，看一下二楼。二楼有两个房间，一个主卧，一个次卧。次卧是套房。三楼还有一个房间，主卧和三楼都可以看到夕阳，看到整个大公园景观，非常好。上来之后，右手边就是洗衣房和主卧，左手边是另外一个次卧，是套房。好，这是一个次卧，里面有卫生间。这个次卧不小，也有很多窗户，采光非常好。次卧旁边还有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，因为室内空间够大，2700多尺。这是洗衣房，洗衣房有一个 sink。 好，我们看一下主卧，进来之后主卧右手边就是衣帽间，左手边是非常巨大的主卧卫生间，非常大，浴缸和淋浴，尤其这个淋浴房非常非常大，里面的马桶还带有一个窗户，很多客人要求马桶也是有一定的采光，也可以通风。再往里走是主卧，非常大的主卧，样板间漆成的蓝色， KB Home 的色彩风格就是蓝色系。站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大公园景观，三楼更舒服一点，我们现在二楼就能看到一些，可以看到远处橙色气球。好，我们去三楼看一下，实际交房的49号地块和样板间正好镜像，朝西南方向可以看到夕阳。三楼是我非常喜欢的，都可以用来做主卧，这是一个 loft 空间，可以设计为 game room， 非常多的窗户。三楼的卫生间带淋浴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三楼的房间，这个房间做了飘窗，前面放了一个办公桌椅，也有一个步入衣帽间，非常温馨。最美的是它的景观，这个景观并没有加价，非常漂亮。好，这是河马赴美今天带客户买房，帮客户选中一套很有性价比的房间，谢谢大家。